现在回去想也是个不能忘记的，不忘的。我真的说真的，每一场都会记得，每一场都记得呢。我觉得往往都是这样，就是你当然你以为自己已经抽离了，但是其实根本就没有。然后你说你甚至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这个东西去影响。我以前认为我是一个可以去做抽离改变的人，但我后来发现并不是。